张惠妹前晚为了力挺追求婚姻平权等多元成家方案的同志族群举办演唱会，吸引了20000人，不料当天就遭到了网友恶意攻击，以原住民不爱卫生等字句羞辱她，还炮轰同志是被邪灵附体。那么对此，经纪人陈振川震怒，扬言告到底。粉丝现在也怀疑说，这一名网友呢，是不是反同志的教会人士呢？